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路易斯。我哋去旅行啊，或者有啲咩活动咧，好多时都会就咁攞部手机出嚟拍片。咁拍出嚟嘅片咧，当然个防震同埋个水平都系欠奉嘅。咁啊，要解决呢啲问题咧，我哋都会加个手机稳定器啦。市场上都有好多啦，但系估唔到啊，今年 Insta 360啊出咗一个 AI 智能嘅手机稳定器。就是我手中这一盒 Insta360 Flow AI 智能手机稳定器。其实 Insta360 出开的 Action Cam 啊，或者这个360相机啊，大家都知道的。究竟它第一次出这个手机稳定器，它的质素是不是有咁上下呢？今集我就跟大家开箱试试它。好，我今日准备开箱呢一盒是创作者套装 Creator Kit 嚟嘅，另外有一个 Standalone 版本正机套装，会少咗两三样配件嘅。嗱，咁我而家攞支360 Flow 出嚟，好啦，白色嘅机身，正面呢度有个圆形嘅操控转盘啦，透视嘅外壳见到晒里面嘅电池同埋电路板，跟住开埋另外配件包呢一边，呢度有张卡咧就印咗啲简单嘅说明，见到个装机袋啦，所有配件都系入晒呢个包包入边。好，等我逐样拆出嚟睇下系咩嚟嘅先。首先应该系机袋嗰条带啦，跟住呢个系手柄嘅胶套，然之后咧有啲说明书啊、保养卡咁嘅，有条 Type C 去 Type C 嘅供电线啦，另外有一条 Type C 去 Lightning 嘅供电线。盒面咧镶咗两样嘢嘅，第一样系呢个磁吸嘅手机夹啦。然之後，另外嗰樣咧應該係呢個補光燈啊。咁補光燈咧，淨係 Creator Kit 先有嘅。呢眼燈我諗就咁買都唔平噶。如果真係買呢個360 Flow 咧，應該要揀埋呢一個 Creator Kit。好啦，跟住開始試用。我首先準備 iPhone 一部，就攞呢個手機座夾落去。呢度有個標誌咧，話俾你知相機鏡頭應該向邊嘅。咁相機鏡頭喺呢邊嘛，咁所以就夾喺呢邊。向住呢個方向夾，攞支 Insta 360 Flow 向住呢個凹位咁樣裝落去。好啦，打開手機穩定器，電源就會自動開啟噶啦。咁我開翻 Insta 360 App。如果喺 iPhone 嗰度允許咗 App 自動推送通知，一開啟電源之後，仲會自動可以開埋 App 添。而家呢個狀態未算係完全打開噶，仲有得伸長少少當自拍杆用嘅。嗱，可以伸到咁長。由接埋到打开就是咁简单，依家即刻睇下冇用到稳定器同用咗嘅分别。拍埋一齐睇就相当明显啦。正面呢个智能轮盘系 Flow 嘅集成式控制中心。结合了触控面板、云台模式的指示灯、双向摇杆和变焦拨轮于一体，整支 Flow 九成的操控都是靠这个轮盘包办，例如快按两下这个切换掣就是可以切换部手机直倒定是横倒，另外那一成功能就是靠食指这个掣来到操控，例如连续按三下就可以切换部机前置定后置镜头，另外智能轮盘的边缘可以旋转来到控制它 zoom in 定 zoom out，向这个方向扭实它就会逐渐 zoom 近，反方向就会 zoom out 翻嘅。仲有的就是如果我用三个镜头 iPhone， 我快拧粒掣就会帮我三个镜头轮流切换。跟住就是中间那支 joystick 就是控制个手机的角度了，上下左右咁样。Flow 的独特功能深度追踪 3.0， 绝对可靠咁样将你框选咗的主体锁死在画面的中间。不会脱离画面，就算揸机个人只手怎样摆动都好啦。Flow 的三轴云台加上深度追踪 3.0 这个功能，会很准确地一路追踪住主体。试完刚刚那个跟随模式，现在就试埋这个平移的跟随模式啦。平移跟随模式就是最适合好像现在这样水平这样追踪住主体，加埋这个恢复追踪的功能，就算拍摄中途被东西挡住都不会跟甩啊。仲有个叫做人物锁定的功能啊，我都试咗噶啦。我预先在手机 app 嘅画面上边框选咗风师兄个样啦，
咁风师兄行去边，镜头就会跟到去边。咁喺呢个时候，我就走出嚟做路人甲，喺镜头入边故意干扰佢同埋遮住佢。但系最后咧，佢都系会追踪翻风师兄个样噶。呢个function都咪话唔犀利。跟住用触控面板转去 FPV 呢一个模式，试埋个 FPV mode 先。转用咗呢个模式之后，云台嘅摇晃动作模拟到 FPV 穿越机转弯时嘅姿态。嗱，大家睇下拍出嚟嘅画面系咪同我平时飞 FPV 啲画面差唔多？跟住介绍下 Active Plus 呢个模式，要启动 Active Plus 有掹前边呢只鸡一短一长，跟住见到闪三下灯咁就 active 咗噶啦。当启用咗呢个模式之后，云台嘅追踪灵敏度咧就会高好多，所以唔系咁适宜追踪一啲静态嘅主体。参考翻 Insta 360嘅示范影片，佢都系建议追踪翻一啲高速度嘅运动画面。另外俾多个小 tips 你哋，如果拍出嚟嘅画面想更加稳定，就要行忍者步，即系曲起个膝头嚟到慢步行。Insta 360 Flow 仲有内置嘅三脚架收喺个手柄入边，即系我哋唔需要另外带多一个三脚架嚟到绑落去，咁啊方便携带好多啦。喺透明外壳呢一个位，原来仲有一个冷靴位，可以俾你绑外置咪用。我哋呢啲成日拍片嘅，点可以局限净系喺日光日白、光线充足嘅环境噶？我就觉得 Creator Kit 里面呢一支补光灯真系非常之好用，装喺手机夹呢个位好 fit 位。佢仲有三段光暗同埋三段色温可以校，绝对满足到唔同光线环境嘅需要。带出去室外用，便携性当然好重要啦，成支加埋都系400克左右，打开同接埋都系两三个步骤完成，接埋之后仲啱啱同一部手机咁上下大嘅啫。内置2900毫安嘅全天候电池，只要插两粒钟就可以连续用12个钟。Flow 仲可以当做手机嘅后备电源。试下先，将条 iPhone 线插落去呢一个位，跟住揿一下开关掣，佢就开始充电啦。拍完啲片翻去，如果懒剪片或者唔识剪片嘅，都可以用 Insta 360 App 嘅自动剪辑，拣翻你想摆入去条片嘅片段。咁啊，我系咁依拣三条啦，然后就等佢运算一下。有三个长度俾你拣啊，佢建议拣12秒喎。剪好之后会出去上簿，而家睇下有咩效果。试咗咁多个拍片功能，其实佢仲有个影全景相嘅功能噶，我而家又试下先。揿咗快门掣之后咧，佢就会一路影云台一路转。咁样影出嚟嘅全景相，嗰啲拼接位咧就会准确过自己用人手揸住部机喺度转。最后我一定要试埋呢个阔银幕模式，用咗手机稳定器加上咁 cinematic 嘅特效，要拍一条有电影质感嘅画面真系好容易。好啦，咁我今集做呢个 Insta 360 Flow 嘅手机稳定器测试到呢度为止。如果觉得好睇嘅，请你俾 like、分享同埋订阅。我哋下一集再拍啲新嘢俾大家睇。拜拜。